相声大师办从艺70周年晚会，陈坚雄遗双鞋子捧场，16岁儿子向王富。近日，陈坚雄遗双黄敏分享了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祝黄俊英老师演出成功。”最近，广东相声大师黄俊英迎来从艺70周年，他特意举办了一场晚会庆祝。陈坚雄其妻黄敏特意带着儿子前来捧场，并送上一大束鲜花。曝光的现场照中，黄俊英稳占 C 位，只见他穿着粉色衬衫，打扮很是朴素。已经86岁的他，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不少痕迹，所幸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，十分老当益壮。黄敏穿着白色衣服，戴着珍珠耳环，再配上清淡的妆容，气质温婉动人，一看就知道经过精心打理。罕见露面的儿子，不知不觉已经16岁了。黄敏与王夫陈坚雄身材都不高大，但两人的儿子长得非常高，估计未来会成长为1.8米的大高个。仔细观察，他的眉眼长得很像王夫，尤其是笑的时候。